李茂忠他基本上啊，几乎是整个台湾现代陶艺一个创始型的人物，一个先驱者啊。尤其他在那么样的早期，就以这些作品得到德国的一些大奖。那么在这种现代的陶艺上啊，他有一个标杆型的地位。大家好，我是李茂忠，从事陶雕艺术工作大概也已经有50多年了。那么50多年来从事陶艺创作也不容易，非常艰苦。我记得1968-69曾这个国立历史台湾国立历史博物馆选建我的作品，在意大利国际陶艺大展得了入选。1969年，西德慕尼黑国际陶艺展的时候邀请我的作品参加展览，我很荣幸的在1969年在那个53个国家里头呢得了金牌奖。那回到国内给我很大的鼓励，也给我很大的那个启示。这项工作的一个方向，因为当时我在台湾做这个工作不被社会上学术界所看好，因为认为我做的作品不是很传统，因为我的作品是从传统陶艺呢走向从美术的角度打破这个传统，颠覆传统的陶瓷艺术，做成我的新的陶瓷雕塑跟陶艺。那个时候大家都认为我的在台湾的作品认为都是破铜烂铁，我非常很气愤很气馁。后来得到这个德国啊意大利啊得了奖，给我很大的鼓舞。所以呢外国的月亮好像比较圆，所以我就下定决心我一定要从事现在陶艺的工作。那么这50多年来我的陶艺的创作这个过程呢大概有分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我当年开始学现代陶艺的时候是传统陶艺。那么传统陶艺不是代表个人的一个美学观念的想法，所以呢我是创作第一个创作的系列就是波形而立。波形而立的这个主要的这个是拉坯成型，然后稍微扩大的形，要把这个传统的陶艺呢打破这个现在的一个美学概念的手法
啊，这那个时期大概1968、69一直到1972年代这段期间呢，都是以破行而立。我在德国也好，慕尼黑也好得奖的，或者在英国伦敦得了日前奖，也是这个系列车得到，是颠覆传统的传统的陶瓷艺术来做我的，破行而立的概念去做的。后来我做了产品，作品以后呢，受到我们国内政府的这个重视呢，派我到美国这个纽约、华盛顿、费城、雄伟各展。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国家，中美断交，联合国推出，政府就派我到美国，把这个艺术交流作为文化使者吧。在美国那个时期，也在说我有一个工作室，那个时候这个作品就是以德意忘形，德意忘形的道都不像我过去的以这个拉美神形，完全是德意忘形这个系列呢，主要是它的制作方法是不是拉美神形的方法，是一个泥板成型的方法来做我的现代陶艺的概念去做的。受了美国这个抽象表现主义的影响，有照相形式主义的影响呢，做了这一系列的这个德意忘形。德意忘形为什么？这我自己得到了，在国外，在美国得到了一个立足点，就是不是打破了一个过去传统的陶艺的束缚啊，从这个破形而立得到德意忘形的一个系列，延伸到这个破土而出去。破土而出是过去把我德意忘形也好，破形而立的这个造型的概念，把它立足在一个从好像一个陶土发芽的感觉，就把它立足在一个作品，把它延伸的一个 standing 的一个站起来这个概念，那个也是一个从泥板成型用锁链成型的方法而成的。这个我的作品不管是前面几个选择系列都要经过塑烧大概要到800度900度，然后呢这个作品呢要上釉，塑烧呢要上釉以后呢，上次比如说五官釉也好，我喜欢这五官釉好像不是很亮，这个代表了一个稳重的一个小说法。我的作品中从形或上釉或烧成都要有一系列的想法，一系列的手艺，一系列的要完成的，就一条路完成我的作品的。或从成型也好，泥巴成型也好，上釉也好，烧成也好，都是由我个人完成的，好像一个画画，有画家一样，从头到尾要完成的。所以呢，这个作品呢是非常不容易的，或者比较艰苦，而且因为这个烧成有这个还原焰，有氧化焰，这个有温度跟陶土的关系呢，它是有时候我们烧起来也不一定立即的效果，所以很多有个难度。经过几年下来，50年前我已经熟能生巧做得非常。后来我这个到了这个德意忘形以后，破土而出以后，又进入了这个近20年呢，是一个内在系列的一个做法。内在系列呢，就自由自在以长一的系列来方向来走，当然有很多方向，比如说天脸合一啦、长一系列啦，这个概念就是把宇宙万物、大自然的形象捕捉它的形象，变成我个人的心灵符号，把它捕捉大自然宇宙万物的形象，变成我个人的心灵符号。这个系列一直到现在还是以这个概念、以这个理念来从事陶艺的创作。这件作品我介绍一下，这是天河系列的一种之一。那么天河系列就是内在自然的一个大系列的一个分的一个系列，大自然形象描绘变成我个人的形象符号、心理的符号而已，就捕捉了
那个时候的景象形象变成我个人对内外变成我个人的心意的符号。那么这件作品呢，好像你太阳升起啊，或者是夕阳西下，刚才我也讲过，是一种大风的一个风，天气是大风的。那我捕捉到那个羊，好像这个也是太阳的一个形象出来。后来我为什么一个天跟地是一个融会贯通的一个天跟地，天是天地，那么这个描写的这个是天，这个是地的形象的话，实际上我们人呢生长在这个土地上，生长在这个土地上，我们出生在这个岩土上土地上，将来是以土长以土，所以这个土啊是我们对人类最有亲切的一个材质。那么这些作品虽然是一个红的位置，实际上我们什么留白留土，其实以这个白以这个土为subject，也是主题的，不是这个红的，红的是一个借这个阳光，借着捕捉到的阳光，捕捉了它的气氛来照耀到我们一个土地上。其实我的主题还是这个上面仿佛完成过来的，那一般来说看不出为什么这个又亮，这个这么粗，这个就是一种哲理的想法，天人合一的想法。所以这些作品呢，因为那么大也做了也不容易，也做了这个也一定要一个多月两个月，为什么这个制作方法也慢慢泥条成型，慢慢延伸上去呢，也还要经过树梢，这树梢呢要经过这个两天三天才能够搬出来，搬出来以后才去上这个釉，上这个红的釉上去以后，然后给它慢慢的给它留，我是从釉给它自然留下来。所以这件作品也很不容易，因为那么大，烧起来也不容易。那么所以这件作品我个人也觉得很满意。当然我们艺术家艺术创作者对现状的作品还是勇往直前，要创造新的作品出来。现在陶艺的发展史啊，实际上是近50年的新兴的一个艺术。那么在50年代，在19世纪末20世纪之初啊，那么首先由我们国际声望的大师，大家都知道毕加索。毕加索他那时候50年代的时候，他认识了一个搞陶瓷工厂的一个老板。因为刚好毕加索他住了巴黎嘛，他要去度假，那就到在一个尼斯这边郊外南部，法国的南部去搞玩陶，因为玩陶瓷呢，当时是很传说的，很当时的比较有实用性的生活陶为主。毕加索看到那个，他不是喜欢这种生活陶，生活技艺，他就把泥板、泥条，或者是他造型一个花瓶啊，把它打破。他破形而立，他就是我就从那边开始学到他的现代天赋传统的概念，也受了他的影响很大。所以呢，这个毕加索到很多巴黎的大师、绘画的大师呢，就一起开始玩陶。实际上，现代陶艺的开始也是毕加索这些米勒啊这些大师们开始去玩起来。哎，大家都认为这个泥土。哎，对这个一个做一个现代的一个雕塑这个概念，他认为是很好。后来是深受了这个美国很多艺术界的重视，那么再把这个法国起源于法国现代陶艺的发展啊，传播到美国去，美国就有兴起了，学术界啊，陶艺界也好，学术界也好，艺术界他也去，大家也慢慢的。玩陶起来，这个就把传统的陶瓷的工艺、
功能性的陶瓷走向纯美术、纯雕塑的范畴及这个概念去走向。所以现代陶艺呢，实际上就是现代陶艺呢，实现就是现代艺术这个概念的完成。所以毕加索把这个陶艺呢，也是变成一种纯美术的概念的造型去走。这个概念呢，影响到美国。后来我到美国去，也深受了这个影响，也从事了陶艺的这个创作的范围工作。所以呢，一般来说，现代陶艺的欣赏呢，实际上要有四个项目。第一个是形、色、质、意。什么叫做形、色、质、意呢？形就是先要看它的造型。色，这个釉色，看它的本色。刚才我也讲过，有上釉，也有本色。形、色、质，还是质感、肌理效果。它的肌理效果是光彩的呢，还是釉上彩、釉下彩呢？或者是它的 technique 是肌理效果是什么，都要掌握得好。最后一个是意，就是意念。你现在陶艺的创作或者欣赏一件作品，它的理念是什么？它的概念是什么？你先要了解。举例说，这个像我这个造型，是个拉坯成型，就是拉坯成型。型有拉坯成型，有泥条成型，也有模型模子成型的方式。所以这个型色，我这个色呢是右上右下，我这个是右上彩右下彩这样画的。你看画呢是用颜料去画了画，所以这个造型是这个造型的概念是拉坯成型。拉坯成型呢，经过这个坯体啊烧成，这个还没烧成，你就要去画，画到了釉。你看用这个完全已经画出来。形，这个造型我已经拉坯完了，那么它的色呢，我就要用彩绘去画。质，就质感的肌理效果，这个是肌理效果。你看看到很多肌理效果，是一种着很着的一个方式，不是很虽然是这个颜色五颜六色，但是我考虑它的那个不同的光彩的彩，这个颜色呢不是灿烂，所以这个系列呢，这个也不是灿烂系列的一个概念。那么意念就是刚才我讲，我们设计的时候概念的时候，我就要想到宇宙万物啊，大自然界是非常灿烂。宇宙万物浩瀚无穷的，所以在那个夕阳西下也好，日光日出也好，都很那个光啊，那个阳光也好，夕阳下都很美。那个捕捉到它那个一刹那的那个形象，我把它捕捉到这个造型上去。所以形色之意是一个现代陶艺的欣赏的一个方向。那么这件呢是一个天然可以的系列，天和系列。那天和系列这个作品呢，就是以描绘大自然的景物，宇宙万物，变成我个人的形象化。这件作品完全没有上釉，是一个
这个直接用泥板成型，啊，泥板成型的一种方法，把它曲解啊，转合的一个作品。这些作品呢，就是刚才我说的，以大自然经文捕捉到它的容彩也好，它的形象，变成我的个人的一种符号代表作。那么这些作品我个人非常喜欢，它是没有上游，它是你看我的作品，有一种动感，有用力感，好像是静态，其实慢慢看还是有动态的感觉。那这件是一个破土而出系列，破土而出系列是在美国创作的一个理念，这个是就是从早期的破形而立到得意忘形，到破土而出这个系列，大概2000年时代的这个作品的系列。这个作品的系列呢，它还含混了这个把这个泥土啊，这个造型，把 standing 把它直立起来，还叫发芽，这个陶艺的作品把它发芽成长的一个概念。这种作品是以受了东方西方的这个美学的概念的影响，我到美国那个时候受了美国抽象表现主义跟照相形式主义的冲击很大，所以我这个作品有点这个抽象的概念的形象出来。这件作品呢，在2000年的时候做的。那么这件是天人合一系列，天合系列是比较后来在破土而出系列之后的一个内在系列的一个大方向。内在系列到现在呢，也有很多这个禅意系列啦，内在自然系列。所以呢，我现在一般的到至今为止，以内在自然、自由自在的方式呢，这个形象来做出来。这件作品是以泥板成型的一个方法，啊，所捏成型的立起来的。这两件都有作品都要经过树梢，然后上釉。那么这件作品。虽然没有上釉，但是我常涂了一个淡淡的一个莲花点的成分在表面上，使得比较有一个把土把它揭开变得比较稍微稳重的感觉效果。那这件的上了釉，就是上了无关釉，也上了这个大概树梢大概有900多度，然后经过上这个黑釉无关釉以后呢，它大概烧成1250度的温度。都经过这个 gas 瓦斯窑去烧成的，啊，这个作品呢，一气呵成的做法。所以一般我的作品泥板成型的系列呢，都是泥板一张泥板成型的起承转合的系列完整的作品。那么都要经过树梢，然后上釉，一系列的完成。那么这个过程呢，都要比较久的时间，不是说一下子做好了。大概这两件作品呢，都要经过前前后都要经过一个月到一个半月以上，因为给它做了，给它干了以后还得树梢，树梢完了还上釉，所以这个过程比较久一点。这些作品都是我个人呢非常喜好爱好的作品呈现出来。李茂正做的东西呢，它是 free form， 那么可以把那个你的视野可以提升到美术的地步，所以这个对从事陶艺的人呢，是等于是你会开一个方向。在我看来呢，如果是陶艺东西，你一直重复做别人的东西，你没有超越人家的东西，那么你的艺术性并不高。那么我看了那个李茂正东西呢，他个人独创一个，他到美国去了以后，美国有一个陶艺大师叫做 Peter Fogus 现代陶艺，他觉得陶艺东西在窑里烧的时候有一些变化呢，是自然的陶艺特色，不一定是像中国做的非常完整的一个东西。所以他的后来的东西变化呢，就是东西在窑里烧的时候土的自然的变形，受了
受到咬的温度计以后，那个土的可塑性啊，会有的变形。那么那个也是陶艺特色。但是他的作品里面呢，有些东西也是属于这一类的。那么这变化万千，有的时候不可预计的。那么我觉得他的东西，这个是他的特色之一。还有他的立体造型呢，不一定是有形的，它是抽象的。那你说抽象东西呢，给人家无限的想象的空间。如果一个东西做了以后啊，它的题目太明显，说明太强了以后，把艺术东西呢定位了，人家没有看的那个没有他自己的想象空间了。那么我觉得抽象艺术的好吸引人的地方呢，就可以观赏者他有自己的想象空间。那么这一方面的发展呢，就是跟抽象艺术就是这个接近了，就是人家个人的创作，个人的原创性跟无限的想象，所以把陶艺东西呢就提升到一种创作性的艺术。所以我们以后对陶艺东西呢，不光是做传统的东西，如果是一直做传统东西，只不过是这个框架的好像是太窄了，所以把的那个陶塑就是雕塑也是在陶艺的创作的范畴里面，那么这方面的丰富啊无限。我希望我们观赏的人呢，也用这种角度呢来欣赏羽毛中的陶艺的作品。算是比较大气的瓷板画。那这个画它的制作是先树梢，再应用什么再用釉药，依老师个人的这种 feeling 和他的脑袋里面所想的那个观念 concept， 他来表现天地之间的缤纷的那个美感。所以它的色彩呢是非常的多元。他的笔触啊，他非常的这个奔腾啊自在。那这一个色彩，并不是预定啊，不是说在脑袋里面设定啊，这是紫色，这是蓝色，是艺术家在作画的当下，他的浓烈的情感或者是当下的抓狂之下的一个挥洒跟奔腾。所以呢，笔触是非常的含有这个艺术感，以及它的色彩啊，它的色彩非常的灿烂缤纷，这就是它命名为缤纷的主要原因。那它的这个效果并不像一般的工艺以技术为导向或者是设定。现代艺廊所展出里面啊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那它命名为宇宙之光。它的意思是在表达对浩瀚宇宙的神奇甚至奥妙，以及星球的奔腾的那种
未确定性。那这里面呢，你们可以看他的笔触啊，非常的奔腾，非常的自在，非常的潇洒，非常的抓狂。那当然相对的，我们也感受到他的艺术的价值性是非常的高啊。所以我很喜欢他这个笔触，而且呢，因为面积非常的大，所以呢，这是大师有浓厚的基础，他用比较大的笔道啊去挥洒，那最后呢，注意到这个 sketch 啊，这个结构，还有它整体的美感啊，这一幅画算是当代艺术里面的经典作品之一。重庆呢，就是原来我在还没去美国学的重庆陶艺院，那时候学陶艺的人就一两个跟我学的，寥寥无几，没有人学。然后在台湾那时候1968、1967嘛，那个时代，我1972去美国，美国是中美断交。那时候其实并不是说没有人在做陶瓷，陶瓷业有英国陶瓷产业，其实那是做艺术陶瓷的。北投那边也做啊，中华陶瓷，那个时候都叫做他们叫做做艺术陶瓷，实际上都是在做量产装饰陶瓷。装饰，对了，量产陶瓷，量产的就是其实就是做装饰陶瓷。哎，对对对。那做装饰陶瓷最主要都是模仿中国的传统的传统陶瓷的艺术工艺，所以。那时候老师开始做陶艺创作的时候，反而不能叫艺术陶瓷。所以我们就弄一个陶艺啊，现代不是我叫那个现代人物。其实这个陶艺的老师吴让汝先开始流入回来教我们陶艺的概念。然后呢，我们展览的时候我就叫了个现代，因为刚刚你讲的很好，就是陶瓷艺术。我们搞陶瓷，他认为是艺术，那我就搞现代 ，contemporary 现代。两个字，现代陶艺，都是跟传统陶艺、陶瓷艺术风格契合。因为我们国内没有这个概念。我在国外得了奖以后，叫学术界比较重视这个，比较重视这个陶瓷的发展。现代陶艺实际上是在1980年代国立美术馆办一个中日陶艺展的时候，发现我们的陶艺。远远落后日本之上。那时候历史博物馆办了三届的陈慧淼时代，办过三届的那个，对对对对，国际陶艺双年展。对了，他就起了很大的作用，促进我们台湾现代陶艺的发展。那时候写最多就宋楼会。啊，对对对对对对，几乎我们每个人都比较有成绩的都会写。所以那时候比较有趣的现象就是说，因为有吴让汝，然后有一些人开始在做现代陶艺。那其实那时候的故宫科技师，他们是找一些孙超啦，然后包括后来的一些谁，孙超，什么小芳，刘小芳，小芳。蔡小芳，蔡小芳，蔡小芳。然后孙超是结亲友，然后蔡小芳的话就没有。然后还有谁？一些人其实他们刚开始都是在临摹古的陶瓷，古陶。然后从烧古陶的时候就慢慢找出一些新的，然后这些人最后都出去开公司了。自己做了，这时候当自己投入工作室了。所以那是一个比较有趣的一个情况。所以你那时候在，你
你那个时候在艺专的时候就做陶艺。是艺专的时候是吴老师的教员是自己的手拉坯啊，做他是做一点比较有形制性，不要有让我讲破的比赛。对的，不能破，一定要规规矩矩，完整的。我们不让龙老师的话，他基本上来，他也是这完整的，他是完整的，他平平光光完整的。虽然在釉色上面有做变化，在肌理上面也有做变化，但是基本上来讲，他的那个品质搭配还是形制。形制是有点传统的形制，但是釉色也变化很多，因为他的釉的方法，还有借了这个。中国传统的手法，加上他自己有新的施釉方法，所以吴亮龙老师，我记得他的棕红色、绿色，他都有。他有他的特色。吴老师就说，因为他每一件出来是不一样，他做他的每一件都不一样，因为釉色啊、厚度都不一样。那么我是跟吴老师学了以后，所以那时候除了吴亮龙，还有其他人教。没有，他有请这个助教来，我们要烧窑，他请他的吴老师的学生助教王炳光，师大工匠系的，帮我们当助教，就帮我们烧窑啊，怎么样啊，辅助吴老师。我毕业以后到了台湾手工业展览中心，负责一个中国会有陶瓷厂，陶瓷窑厂，我就负责了。我是国外在哪里？在台湾手工艺研究中心。台湾手工艺研究中心的苗栗还是云林？以前我们台湾定额会有两个，一个是中国生产力中心，一个是台湾手工艺中心，都是每年进步，每年都不是进步。我是考上了台湾手工艺研究中心，那边我在木栅试验所上班。是木栅。我知道苗栗有一个手工艺中心，那是后来莺歌有一个地方，那个是后来是草屯，以前草屯是我们台湾手工艺推广中心的研习所，还有关庙是我们手工艺的研习所。后来谢东林当了省主席了以后，要把家庭工厂，因为我们台湾要外销，到了手工艺嘛，到了家庭，所以那个后来变成谢东明省主席的时候，就把，因为那不是公家，那个朝政啊，变成了工艺研究所，是谢东明时代。关庙原来是做那个藤竹编嘛，所以竹编，我们都要去实习的。对啊，所以那时候是严水龙是班主任。啊，对，我学陶艺，最重要是严老师是台中的，他在艺专教我们的，哎，你妈说我跟你讲啊，他讲什么话？你是苗栗人哦，你要学陶艺。他说：“安、啊、娜，苗栗的师傅哦，知其然不知所以然，你要道法去嘛。”哎，但是我们学生时代，因为老师讲这个知其然不知的，哦，我慢慢慢慢调整，我就鼓舞了那个严老师讲这个。后来我到苗栗就专门跟师傅去学，所以我如果那么深入的做，我跟师傅学的窑啊、土啊，很熟悉，就是因为我是苗栗人。苗栗是陶瓷的种植唯一的嘛，所以苗栗的师傅师傅节奏我就学了，就这个是严老师教我你要学习的，你不要自己的所有的也是教的后来。所以在这些时期比较有名的就是莺歌陶、莺歌烧、北头烧、苗栗烧、南头烧，还加念嘛。所以我是国立历史文化把我送到意大利先得奖，我跟吴老师吴老师代表中华民国在1967-68就得了意大利的防疫战的日先奖。但是1969年是在德国，我跟吴老师跟我代表中华民国参加战的，他的德国看到我们意大利的那个就要求我们两个人，结果我得奖，吴老师没得奖，我讲了啦，开始。然后1970年，我英国又得了一个那个Abraham 那个地方又得了日先奖，啊，
哪里开始？所以这个是意大利。意大利。对。那这个是德国。三个一组。本来我要送给这个历史博物馆，结果他把我那一件不见，我又拿要回来。所以是三件有一件不见了。不是历史博物馆不见了，不见了。所以剩下这两件。哎，对，就这两件。所以这两件拿回来，我拿回来了。啊？另外一件不见了。不见，他说他找不到。谁博物馆？那是王以清的时代，王馆长。王以清，馆长。所以你跟吴让龙老师学的，他这是他吴老师的优良。哎，对，标准的。他看懂了。啊、我跟吴老师学了又要了，然后其实我自己也变化，然后我到美国去更大胆了。我到美国去得受了这个超写实主义、抽象表现主义影响啊，还有照相形式影响。这个，而且我碰到一个美国一个陶艺师是 Peter Walker 的时候，我们开会，他一个年会嘛，我们就请教他。他看到我的作品，他就告诉我，哎呀，你的作品很好，但是摸福利，他就要开更开放一点。所以不要去做，比如说你裂了，你不要去补。他这个大方就裂，他就没关系，他是 natural 很自然，就艺术家的手感嘛，质感、肌理效果，它是概念，它是这个。所以我们现在陶艺的是。跟绘画一样，现在陶艺已经是现代艺术的一块了。基本上双年展啊，美国也好，巴西也好，陶土变成一个雕塑的素材之类。所以当初其实台湾传统的陶艺发展，然后就是在手工艺的时代，然后做外墙陶瓷，是，然后当然就说。老师这边经过学院，然后学院学的其实虽然不是做外墙陶瓷，可是他是在做美术陶瓷啊，这个对，但基本上来讲的话，到了留学之后就产生非常大的质变，大的质变，就是说已经把那个陶土跟釉料变成是一个造型艺术。素材对造型书讲的是一个造型，讲的一个色彩，然后当然只是泥土跟釉料，然后经过烧成，经过火的炼淬炼，然后变成是一个现代艺术了。所以它已经从那个工艺的形式已经变成功能性，变成纯美术性，对，变成是一个美术性，变成是一个艺术品。所以那时候的人如果还是用工艺的角度去看你的作品，就会觉得说，好像怎么会越学越不像，因为其实刚你讲的就受到美国结构主义影响，受到抽象表现主义影响，对，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你的作品已经从工艺已经变成是一个造型，从美术的范围。以前我们在学啊，从吴老师教我们之前，我们还到。中华陶瓷，刚才你讲中华陶瓷，学陶，学那个画青花釉里红啊，画山水，画花鸟，我们要去实习的，就还有刻那个寿字，万寿字，寿字有100个，写的刻的，我们都要去实习这个，就是传统的，我们要磨练过。所以在欣赏传统的那个工艺性的陶瓷，我们都学过。传统的工艺性的陶瓷，你看的就是它，反正就是比如。罐，然后画花鸟啊、山水啊、彩绘啊，只是把花鸟画转印到那个瓶子上面的。以前我们学校要到中华陶瓷北投啊、士林啊、陶瓷厂去实习，还有我们要去实习做这个。可是你的做法的话已经不一样了，就是、后来是毕业以后的变形。然后当然吴老师教我们基本的陶艺的概念。所以我看你的作品，原来是陶土，陶加土加水，陶是软的，但是看你的作品里面，就是说你开始把那个作品原来瓶瓶罐罐，然后开始
让它塌陷，然后让它塌陷的话，之后又不拘泥于瓶瓶罐罐，而是说你的陶土堆叠，然后有拉，对，有拉扯，然后 有转有扭，对了，所以起来之后的话，当然还是可以看得出来陶土，可是它的那个结构跟那个力道已经不一样。泥性、形、造型呢，还有是肌理效果，我都很注重肌理效果。还有它的质感啊，肌理效果啊，还有什么造型的概念。所以其实也肉色，也可以讲说那个台湾走入那个现代造型陶瓷的，你是第一个。可以说吧，不要客气嘛。是因为这个以前这个发展陶瓷发展史上第一个就给我写到我。我现在连大陆我叫他写生，也都会写到现在陶艺的发展这概念，我第一个进来。因为瓶瓶罐罐的当然还是很多人在做，但是开始等于就是说用现代的造型观念，然后等于是用陶土作为一个基材创作，基本上来讲的话，应该算你是算先期的。对对对，可以说，不客气的说，是这样，不要客气的。是啦。因为吴让龙老师那时候还是瓶瓶罐罐，是，有时候多了一个钮，或是多了一个花边，那基本上来讲，他还是没有脱离传统的。我比较有突破性的、建设性的这样，很开心。而且我，你那天看了啊，那天因为刚好有事，我就说高了大的啊，那个人也不容易啊。现在在能够做大的，也没有人敢子做那么大，一气呵成。我那作品都一气呵成，像这件。班长，像这件也是，然后也是很高的、很大的。因为土扎到我的手上，随心所欲，很听话的。别人玩陶或者不都怕土不行了，玩土怕我啊。那个你，我看你最近原来过去的，我说过去没有看到你那个陶板的作品，可是。这一次看到你的陶板作品，那陶板画的，对呀、啊，那陶板作品的话，基本上它这是右彩绘，对，是彩绘，右上彩，可是实际上就感觉上又回到另外一个境界，就回到一个中国传统水墨的一个境界，是，所以这个晕染效果做得非常好，这是怎么做出来？我是陶板画。然后呢，用，因为这个釉啊是一个釉上彩的釉，是德国的，那我就泼上去，用泼墨山水的方式，因为我们在学校都要写国画嘛，水彩国画油画我们都学过，所以呢，我这个实际上这个陶板画我同步去进行的，那么我主要是因为立体，我就是立体，那么最近这几年，那么。就尝试了这个，其实我平常也画油画啦、水彩啦、泼墨山水啦、陶板我都有画，只是没有拿出来。这次不是展览吗？以前我都是藏在家里，藏在工作室的，那么这次第一次陶板画跟这个油画啊，第一次在是以前在公墨们展览，这个户籍领馆展览。我苗栗文化村雄伟陶都是以陶为主的，所以它呈现的是一个跟因为平面跟立体还是不一样，就是说平面的作品的话，其实你是有把你在做陶瓷的那个钮，对，那个转的那个，那个创作的理念是一致的。一个是立体的想法，一个是平面的想法。像这个的话，就是扭转啊。啊，对。然后这个就是折，这个有折。哎，对了，有这样折了啊。我有时候用平面做好了，这个馆长能知道，用这画了以后能变成立体。有时候我把平面当做一个素描了。速写我把它在我的工作弄到墙上去，然后我
我的懒泥巴看到墙上的 sketch 来的气色转了，也有关系。我那个作品呢、啊，大部分是一气呵成。可是它跟那个一般的平面的水墨有一点点比较不一样的，就是因为它是经过窑烧的，所以它会。其实的话，因为你要当店里看的话，这样是一回事。我说这样的一个印线的印染的效果很好，可是如果是它在纸上，那个纸有一天会变黄。这个很贵，这个不贵。这个100，除非你打破。这个永久不会。这个脏了还可以用抹布擦一擦。其实这里有变化的。因为印刷的关系，其实里面证件总在创教协会展的。有一次，日本人来一个文艺团体跑到创教协会看，是那一件是在创教协会展览。他特别喜欢这个日本人哈，特别喜欢我的陶板。我相信因为陶板它其实跟平面不一样，因为陶土跟釉彩中间是有厚度，对，但是那个平面的话，那个厚度是没有办法呈现，水墨没有办法呈现那个厚度，对。但是因为它跟釉是有点厚度的，所以它里面是有一些细微变化，对。那个细微变化的话，拍照是看不出来。因为这个烧，因为这个陶瓷要经过烧嘛，经过火炼嘛，所以那个效果跟一般画在纸上的果敢画不一样。效果，那质感、肌理效果、果感观，所以我们画这个，那比一般画家辛苦了，因为我们还要干，还要烧，还不一定会有效果，不一定会成功。对的，不一定没有成功，会干、啊，所以出感那一关很高兴，你知道吗？哎，这个好，有时候烧不好还是很气馁。有时候那个裂的很自然 ，OK， 就是说不要刻意去修。对，不会修。可是有时候那个裂是爆掉的，你怎么讲的话，人家行家一看就说你这个就是爆掉的。所以有时候那个裂要裂到强。因为我们台湾的概念，哎呀，裂啊不爱，在美国你裂倒无所谓。感觉好就好，那外国比较，因为我在SOHO啊，工作室，我的工作室在SOHO嘛，也有这个，所以很老外啊，观众、收藏家来看的话，他就很比较有跟台湾的收藏的概念不一样。所以蛮好的，台湾。陶艺界有你哈，所以台湾的那个陶艺就有更丰富的一个面向，要不然的话，基本上来讲的话，瓶瓶罐罐的艺术家很多，太多了。然后那个结构型的艺术家也很多，是，这个斗一块结构型的也很多。然后，可是真正可以放得开哈，然后用一种大型艺，甚至就是融合抽象表现的。哎，这个句话讲得很重要，要讲这个大写意作用。你这句话给我一个启示，大写意啊，一气呵成大写意的陶艺的手法。等一下你就来跟我讲。